我自用花生水的弄好咗之后，沙士跟住最首先，只不过准备这个主料。咁啊，磨子什么磨子咧？是一种糯米，弄碎碎将啲花生揣进去，用炉嚟弄咧就比较麻烦，因为我懒惰嘛，方便嘛，最重要方便我们的懒惰人嘛，怎么做咧？咁啊，我将你第一步先沙士，沙士当我烘的时候，我最做给你看啦吓。咁啊，准备什么啦？一杯的水，大概一千个 ml， 一千啦。咁啊，一杯的水，多200千克啦。咁啊，200，倒进呢啲两包，倒进去，倒好多之后啦吓。咁啊，然后咧，咁啊，将 try 咁啊，系咁猜，系咁 try 啊，倒水啦吓。啊，千克个杯。倒水倒好，猜猜到均匀了，猜到这个样子了。因为省时间嘛，不可以每人做给你看了。咁我准备怎么弄好多东西就放冰箱，放大概2至3天，等它完全硬了啦，放那个盘子里面烘呢，就比较很容易烘出来了。咁我怎么烘一下？咁我首先呢，呢啲猜好了。咁我准备，因为方便嘛，最紧要省时间嘛，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了哈，因为我手干净，因为我刚才拆好面粉来，你将这个放进去，这个放进去，哎，最重要方便，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呢，最重要方便的，知不知道？做什么都有筷子，蛮方便的。那么然后呢，我拿出来了，将它拿出来。啊，因为我等它硬了咗之后呢，我下次再告诉你怎么烘一个饼出来哈。啊，然后将那个饼放饼，等它我要放冰格结冰的，等它的硬了咗之后呢，我就拿来烘来给你们看。沙士最做噶啦，因为等它硬了，我再做给你们看。啊，现在呢就准备放冰架饼啦，这样啦。啊，刚刚好了，放进去嗱，你看，放进去刚刚好，因为这个人有啊，暂时不方便放进去啊，因为每个盘子不一样，我不可以教你哪一个切穿的，因为要就你嗰个盘子的，牵就你个烘炉个盘子的，像微波炉。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喜欢用微波炉，所以我到现在都是用烘炉，小烘炉就 OK 了。啊，咁啊，然后两个袋套进去，两个袋，一个浅一个厚啦，因为比较容易拿出来的，小冰凉是硬的嘛，容易拿出来啊。咁啊，套进去啊，刚刚好了。咁啊，呢度準備係放冰架嘅啦，大石釘噶啦，差不多啦。嗱，因為個盤子放定油啦，嗱，你睇呢個盤子都油，咁將個冰柱拿出冰又煙又到之後啦，然後將個放進去放烘爐，下次烘盒我再做俾你看啦。咁啊，然後啦，怎麼做我們的模子咧？就用呢個方法。好啦，我就謝謝你啦，下次再做俾你看。Okay， 已经弄好了糯米饼，拆好了，你准备放冰橱了。我大概弄了4包，1、2、3、4，怎么放进去呢？哈，啊，我冰橱一次放下，我给它连接，因为给它硬了呢，放嗰个烘炉呢就比较很好烘出来。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冰架呢，烘不到出来这个，啊，因为它的水分呢。啊，要足够它，先要烘到个放冰架。然后怎么放呢？呢个冰架嚟嘅。OK。我要放平它的。平的，
放平来，放平来，那也好，那个冰打来的，冰大概三天了就 OK 了。所以我怎么弄那个糯米粉，就那种磨底。所以我也跟你说了，刚刚呢你放了两三天没关系，你整体放到阴了就 OK 了。然后呢我冰了之后呢，将那个饼呢拿出来了。我因为方便嘛，我们现在人最好的方便就很好的了哈。那么然后将那个冰块呢，冰块硬的冰干拿出来的。那么首先呢，我就将的油这个盘子留多点点啦，因为这个盘子沾满油先，沾满油了 OK， 沾满油了。因为什么，我 不想开一个炉麻烦嘛，来刚刚好的放点油了 OK， 然后呢上面也还有放了点油，这么比较方便点啦。放了点油就是为什么要冰了它呢，因为冰了它之后呢，它能够呢将你冰慢慢变成水分，慢慢烘的冰时候呢比较容易粘底啦，还有容易烘得熟我然后呢就放在那里了。放在烘炉里了我开这个烘炉了开多少度数呢，这边很难说的，每一个炉呢个度数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我喜欢用小烘，我不太喜欢用微波炉的，如果不够呢你最开最开就 OK 了。那如果看到个饼呢里面有点滚烫的还有留着它先，留低下先，等一下弄好我再给你看哈。那么今天为什么我准备那种呢，知道你要不要就都可以的等一下放花生，只不过我今次做一个咸的甜的混着一起变成好吃的那种甜还有咸的磨子出来，这种就是姜我说因为我的姜放冰格比较容易爆料嘛，冰就硬硬的，等它用冰了之后呢刮掉的皮，剪它一小角，榨出的水用来煲汤，还有那些这种姜啊那种榨出来了之后呢剪它点点的榨出来放在里面，里面用什么东西等一下放点油我就这个锅就炒熟就 OK 了。这种就是葱啦这种是三米啦放点豉油胡椒粉五香粉，那么放点油去煮啦等一下我放点姜撒起给你看了做好了就然后呢我准备这个炉都煮了放点油放点油，那么等一下呢我就煮熟了之后呢 OK 等一下再告诉你好啦，那个饼已经烘好了。当你烘的时候呢，你不要停的，一停它的冰的东西水分会走出来，所以一次过不够的。看你什么炉了，我小烘炉就开多几次了。跟然后呢，然后呢，那小烘炉就烘多几次了。为什么？首先呢，你看那个饼已经烘好了，一定有的了。咁如果你证明你个饼有没烘好呢，很简单。我之前已经有点摆摆，咁我最弄一下，弄一下，没有了。因为没有熟呢，它里面把把走出来的，现在完全熟了。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完全快点弄它，大概等，等等一小时比较好啦。佢弄的配料怎么？没吃了还有那里呢就是我今天呢不是做磨子这么简单，
不仅加花生这么简单，我要整弄一种挺香的。为什么用红炉呢？因为很油，用一个炉来炸那个饼呢，很油，比较麻烦，不方便。我就觉得很简单的方法，那种呢就是将刚才我就饼干拿出来，其实它不辣的。为什么？它已经冰流了之后呢，它完全不辣的。那么剪它一小块小块，那么然后将那水分加出来，加出来，一点点水就好了。那当你煮的时候呢，放在那里一起煮。那么我教你怎么放配料先。那么豉油呢不需要先去炸，最后处理煮好先来炸豉油。那么然后我怎么做，放了油了，刚才你看到放了，你觉得叫做五香粉一点点啦，你喜欢啦，多又可以，少又可以，看你自己个人的喜欢啦哈。咁啊，然后啦哈，呢、这个叫做胡椒粉啦，很香的。如果你不加那种呢，它没有种味道，不够香的，增加它的香味道。对，一份呢度跟它一样的分量就可以了哈，胡椒粉、五香粉。咁然后我煮的时候呢，煮的时候呢，后厨等一下冻嗰个饼冻进去，我等一下给你再看。我的饼已经烘好了，怎么说哈？ Okay. 然后呢，我首先呢，等一下来，我个饼一烘好，不可以等它冷了，冷了咗之后呢，很难弄得好的，然后呢，我就准备，已经烘好了，不可以等太久了，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够了，不要太久，真的吗？我不记得。OK， 然后呢，将那个饼呢，因为你待个久呢，可能它会粘在那个底的，还有你按它的时候呢，就不太好用。因为我给它证明给你看，其实很危险的，你看你自己了哈。然后呢，就放在这边先，我拿一个模的。因为我饼很好了，怎么证明给你们看呢？不错了，那里面你看一下，里面呢完全呢没有把这个粉，就证明那个饼很好。OK， 那个不行，我一看怎么弄那个饼，其实我很想教你们做那个方法，只不过我在1年前我发明了的，没有啊，10年前了的。因为我想省时间嘛，不需要一个炉来弄得是方方正正的嘛，所以用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咯。因为我觉得 你不加什么配料也可以，只是花生水也可以的只不过我今天真的有这个材料呢，配料呢，所以顺便弄一种咸的甜的花生水怎么弄下，就是这么简单。这个饼干也可以，一点点也可以，这里一点点开始先哈，等一下再来一个，等一下我再来一个，然后呢，为什么坐在地上呢？就比较有力，因为好像外面我们买的磨子，花生糯米做成的，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的病毒这么厉害，哪里敢去外面买东西去？所以你说在家里也可以省很多钱呐、也不是麻烦去外面你给它烘了，烘它了，烘它。现在已经弄好了 ，OK。咁就用呢个方法，因为花生啦、多少煮饼嘢啦，我用嚟半包就够，或者你不少，全部放晒出也可以的。咁咪我就剪啦。咁啊，就这样咁按啦，继续咁样按它，咁啊，然后咧剪，剪到它很均匀啦。咁啊，你看很均匀啦，你看出来的如果觉得因为糯米它会粘在一起的，你看这样差不多，你
看它里一点点都沾满花生了已经啊，对不对？差不多了。咁啊，然后咧，我将我煮好嘅嗱呢种就是一种葱啊、生料、姜啊，系咁炒熟啦。咁啊，然后咧我就倒下去，不用 try 了，一 try 它咧很烂，很难看，不好吃的啦。咁啊，随便啊，就均匀一下就 OK 了。咁啊，然后咧啊，我要怎么讲？你咁摆开啊，加就 OK 了。因为你猜它的花生咧就变成。很麻烦了啦，咁你切的时候咧，放点啊豉油味豉啫，一点点豉油就够了。啊，还有你喜欢噶，加点麻油也可以。我那个樽啊，另外樽嚟做啊，有种麻油嘅香味道，啲、麻油嚟、然后咧啊，咁你切的时候啦，刚才有美美给你们看了，美美给你们看了 ，OK。真的好美的，咁啊，然后呢，我就呢度，哎，你不需要嘅，我做啲美美给你们看，让你们看到，哇，真系不舍得吃啊，怎么好吃，怎么好看啊？因为这样看呢，看起来比较啊美一点啦，让你们看到，哇，好香，哎，快点动手来吃，动手来做，这么简单，就是这样。你看美不美？因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那种东西呢，那花生呢，糯米呢，你不可以揣它，当你夹住个环度呢，就慢慢挑一种啊菜来一起吃就 OK 了。你看怎么样啊哈？就是今天我介绍的。